大家好，这里是牛布拉。刚才俺俩化妆了以后，人家都说俺脸上卡粉掉粉严重。今儿个试试圆圆的大盆粉底液，中了俺俩也很狠心，去弄一片儿。这个先试试效果。来，先试试，来吧。好，上妆。对了，给奶好好画画啊。好。现在用个那个发啥呀？发带。发带。可以，这招也可以。真的好看。到脸上光了都可以。这样没有脸上没有头发。月，你这发带多少钱呢？这个好像是90多吧，还是80多？嗯，我最多买60的，不会超过。是我最贵的，这好像就丢了。我也是狠了狠心。哎呀，狠了狠心。那你那个粉底液是不是下决心？嗯。这400多的粉底，我天，这几滴儿小干净都死他了10来块钱呢。用着好了，我买回来了，叫你多用几回啊。嗯，你油皮我干皮，我又跟你不是一个肤质的。我说的叫圆圆多用几回。啊，好，那你买个更贵的吧。多贵的？那个有个600多的，也挺好用的。真是骚，你看这孩子这小闺女的哈，成天啥也不想，有个钱的花，没心没肺的。400多买了粉底液，有点不舍得。看看效果吧。能看出来不能？两边的。一样吗？能看出来吗？白了。白了。还自然的白比较。自然的白。这那啥，有的咋形容？这个妆容比较高级。比如说咱俩那掉粉的。哈哈哈哈哈！那绿粉在那下霜啊。你打那个脸了，抹弄了以后就这一抹，用不着在手上都是的。他不吃妆。嗯。啊，结了婚以后，尤其是有了小孩以后，就是花钱弄啥都可不舍得，别说往脸上抹这个了。好好欣赏一下你自己的盛世美颜。弄啥呀？我从小都是黑嫩点儿。我上高中的时候军训了回去，俺那嫂子，俺他才去俺家了不是，然后他问俺哥这是谁呀、啊？我说那是俺妹子。哎呀妈呀，你咋以为这个黑的妹子？他一直到我结了婚才跟我说这一句话，我听了可崩溃。换个颜色。换个颜色，换个啥颜色呀？我就是换个紫色的。紫色，人生紫色。扎一下眼。那你往上看，眼往上。对。嗯，大奶可谓享受。嗯。你看我眼睛撸的多美，你看我撸的呀，真是，是吧，云？嗯，就是。一边歇了去。俺妆已经化好了，看俺妆好不好看？看好不好看？走，去照片上去照几张美美的照片，留个念。我们是散不散的一对。花样的姐妹，等她下来，你先成长。我要成。